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？又是什么让我们可以饮用清洁的水源？是什么赐予了我们食物和药品？又是什么为世间生灵提供了家园？是森林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需要它们，但是今天，它们需要我们，我们能够帮助它们。请大家访问以下网站，了解更多。